爱奇艺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，很高兴即将在爱奇艺出品的超级网剧《黄金瞳》中和大家见面。我在这部网剧里扮演的是庄睿，他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小职员，但是在遭遇意外之后获得了黄金双瞳，从此能够洞察各种宝物的前生今世，因而也被卷入了各种阴谋和险局中。希望这个角色带给观众不一样的体验，相信在这部戏中大家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张艺兴，能够跟着庄睿一起开启另眼看世界、净阅天下宝藏的全新旅程。好，谢谢，谢谢艺兴。这部戏呢会在今年年底开机，会在明年上线，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。